究竟。啊，念老在此地说了，此经乃净土第一经，也就是中本华严呐。啊，又此经乃世尊独留于将来经道灭尽之际，住世百岁，为末后众生留作经记者也。啊，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佛在这个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将来佛法在这个世界灭尽了。这一天什么时候呢？还有九千年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。啊，我们以中国古人的说法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，佛灭度的时候在周穆王，啊，根据中国的记载来算的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。啊，12000年的法运，3000年过去了，这底下有9000年，那我们这9000年当中才过38年，啊，我们是末法，是1000年算是一个阶段嘛？那我们是第二个阶段，啊，第二阶段刚刚开始，啊，才过38年。最后，佛法确实会在这个世间消失。啊，消失也是逐渐逐渐的消失。为什么会消失？没人学了，没人学了就消失了。啊，有人继续学，他就不会消失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看现前的现象，啊，大家都偏重在净土。修净土的人最多，为什么？净土容易，经典少，啊，总起来说呢，也不过是五经一论，总共就六门东西。啊，现在的人越来越怕麻烦了，越来也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，又何况我们今天的基础？实实在在说，跟古人相比差得太多了。啊，那唯有是最简单、最容易的，我们真能够得到一点利益。啊，四徒309品往生，像我们这些凡夫。观经上讲啊，这三类我们是最后的一类啊。上辈往生的大凡夫，中辈往生的小凡夫，下辈往生的就是凡圣同居头的恶凡夫，都造了恶业嘛。啊，学佛以后没造了，学佛之前都造了。啊，有意无意都造了恶业，叫恶凡夫啊。啊，能待业往生。
啊，三杯九品都能够待业往复往生。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别轻看了待业凡夫，就卧凡夫。如果预言殊胜呢，说不定上上品往生。啊，他遇到好的善知识，真正跟他有缘，这佛不度无缘之众。啊，真正跟他有缘，什么叫真正有缘呢？他真相信他，真听他的话。啊，别人跟他讲劝他不听，啊，那个人来劝他，他听，这叫有缘。啊，没有缘，佛菩萨给他讲，他都不听。啊，他都怀疑。啊，听了之后呢，他真肯放下，真干。啊，这个里头缘就有钝有见。啊，跟利的，所以一闻千悟啊，他就能放下。啊，跟稍微钝一点的，慢慢放下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它是循序渐进。啊，每一年都有进步。这个进步就是放下多一点。啊，到彻底放的时候，他真开悟。